对金库勒相通，就是对金这四方面的这个众生的库勒相通。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这样说的，无因出他苦，他苦入自苦，无当逆了他，由情入我身。那么这个偈颂呢，我们每一个大乘佛教徒啊，就是一定要重视，要背诵，要记在这个心里面，平时自己的言行举止呢，也应该以这样的这个教言的这个设置下，就是进行操作，这样呢，就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这个佛教徒。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自己就是认为是自己是大乘修行人，可是呢，不要说这个真正的实际行动当中的利益众生了，连那个名称上也是有时候呢，可能也算不上大乘佛教徒，就有这种这个情况。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呢也应该这个接触就是他人的一些众生的这个痛苦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众生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得不喜欢就是痛苦，就像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一样啊，就这样来想的。然后我们呢也应该就尽心尽力的饶益就是一切众生。这个饶益众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啊，就是这些众生都是有情的缘故。他这里应用了两个原因，就是一个是我们应该就是借助别人的痛苦，就像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理由的话呢，我们应该就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就是当然利益众生的方式呢，有几种的，就是有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暂时的就是利益众生。还有一种呢，就是是这个究竟的饶益众生，就是有两种方式。那么这两种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去做。
差算法除了奇想同姿态和差数合谷啊，就是姿态和差数合谷求度了啊，就是求度了。那么我们这个自己和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啊、就是其他的众生呢，就是这我们这个两家就是双方呢，其实那个求暗的方面的话呢，没有这个任何差别，就是都是完全这个相通的啊，就自己和他人呢一点差别都是没有的，所有的众生跟我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为什么是自己呢，就是相得到暗了，而这个自己的暗了呢，就是永远都是建立在就是摧毁这个其他众生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事上面，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我们这个相续分类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我刚才说这样的一样的，就是乃至这个就是大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大梵天呢，大自在天呢，像这一些那个蚊子蚂蚁这个等等，就是一些小这个虫类啊，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国家公务员也好，国家总统啊、总理啊，以及这个一些这个高层次的这个什么这个帝王将相等等，乃至这个在什么乞丐以上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乞丐、妓女、仆人、屠夫等等，就这些以上的所有的这个不同这个层次、不同级别的这些人的话呢，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想这个获得这个快乐啊，就是不愿意快乐的，而愿意痛苦的。我昨天所分析的一样的，就是绝对是在这个众生当中呢是没有的。人类就是这样的，不仅是人类，所有的旁生、所有的恶鬼、地狱以及来自这个阿修罗和天界之间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全部都是日夜想获得这种快乐。可是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永远都是也是就有些得不到，就尤其是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成就的一些修行的境界的话呢，就是这种快乐也是特别的这种难得。那么既然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如实的这个希求快乐啊，希求快乐，而就是不愿意遭受痛苦。从这一点上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跟人和众生就是没有差别。那这样呢，我一个就是自己想这个获得快乐，而不愿意就是帮助别人，这是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就抛弃这些这个众生，我自己获得快乐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严格的达成这个佛教的理念来讲呢，就是这也是就是不合理的，就是甚至这个抛弃众生，自己这个先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这种这个屈服过，这也是就是不成立的啊。就以前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灯楞吧，就是里面也是说过，说是这个自不乐树己取证大菩提，原为亦有情住到最后际
下面就是子与他双方无苦啊，就是无苦应该读吧，无苦即相通，自他自他何察处，何故未自乎？那么我和这个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双方啊，就是厌恶这个痛苦，就是讨厌痛苦方面的话呢，都是完全是相通的。别的众生就是感受到身心的这些困难痛苦折磨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这个接受，我呢就是也是这个一样的，跟我们这一模一样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受到这方面的这个痛苦。那么啊，在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呢就是每天都是拼命的啊，就是开始这个维护自己，拼命的呢就是帮助这个自方的，而不愿意呢就是帮助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众生啊，这是不合理的。时间像一只苦不呼辞之过，为彼不伤啊，不伤我啊，故不护他苦，何苦不害尽？故何故入方乎？啊，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这样想的就是是从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些痛苦呢，很难以感受住，我一定要愿意这个去除的。但是别的这个众生的这些痛苦呢，我凭什么那个去除啊？就是不应该去除，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是我也不会这个受苦的，而且众生痛苦呢，他自己就是自作自受啊，就是自作自受，与我这个毫无相干的，因此呢，就是。
是别的这个众生对我来讲呢也是没有这个害处的，我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对其他的众生也是没有损害的，那这样一来呢我为什么是这个就是要接触这个别的一些众生的痛苦，这样呢就是何来的这些痛苦呢，就是不害你这个精神，你为什么是放护他呢如果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对我现在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损害，所以我不需要就是保护他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来世的这个痛苦，我现在这个造恶业，最后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受这个就寒热的这种痛苦，那么这些痛苦的话呢我现在精神当中呢觉得并没有这个感受啊，没有感受的话呢你因为这个现在没有感受的原因不需要报复，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害怕将来自己堕入这个恶趣啊，堕入这个痛苦啊，就是拼命的就是去这个积累散发，就是这一点呢也是不合理的这是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或者的话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这个积累财产啊，就是一直这个拼命的就是像那个做一些事情，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在老年的时候就是不受到这个痛苦，就是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如果精神当中不能就是现在我不能这个受苦不需要报复的话呢，那你为什么是去这个报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明天就是快乐，明天就是不受痛苦呢，就是现在也在这个做很多事情，那这也是不合理的，这样我们前前后后的这些差了就是观察起来的话，那你为什么是就是保护自己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些道理一点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些痛苦的话呢就是现在在我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根本不会这个发现的。如为当属苦辞臣谢思维王者踏体过生者也否然
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对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进行辩护，就是说是这个为呢，就是自己所感受的这种痛苦啊，这是我们要这个关心的，因为毕竟是我是一个众生的相续，未来的这些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不属痛苦呢，我现在还是这个做一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可是刚才的这样的这个众生的话，完全是与我这个相续是不相通的啊，就是相续不相通的话呢，那么我不应该就是去帮助，就是这是我们有些人也可能这样想吧，就是无非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精神快乐，年轻的时候是做一些这个工作，然后这个老年的时候不受苦呢，其实我一个人啊，就是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最后我老的时候不受痛苦，就是我是一个人，而其他众生的痛苦呢，就是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是完全是两种这个众生，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不合理的，就是如为当受苦，就是他这个如为当受苦呢，就是未来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我一个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那这样的话呢，我应该就是避免这些痛苦，就是有必要的。可是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与我不相通的，因此我不想管别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想法呢，就他这里说是慈神谢思维，你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太可怜了，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谢分别啊，就是谢思维，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莫大的这个谢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王者这个他提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活着的人最后那个死完了以后，来时呢就是转到这个恶趣里面的话呢，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王者跟现在的这个活着的众生啊，这两个呢就是应该是完全是这个他提的。王者与圣者呢，就是可以说是他提的啊，就是我今生当中就是变成一个人，来时呢就是变成地狱的众生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是不同的，这是我们时间比较长的角度来衡量的。如果时间短一点的话呢，那么年轻时候的这个人和老年时候的人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个了啊，就不是一个了。那么今天的这个人和明天的这个人呢，就是不是一个了，就应该说是这个他体的。
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 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